大哥，你如果再当搅屎棍，小心我把你干死。花生点，用点的，你不是叫你吃饭的弄个？哎呀，老妈，我们回去休息吧，剩下跟这野丫头挖算了。这不太好吧？卖小草知道他又骂我们。怕啷子？小草出都出去了，野丫头啊，你要告状的话，小心我打死你。贝贝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挖的坟，我不会跟谁去讲的。你们回去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妈，那我们先回去，等他一个人挖。你们挖哈，要是挖不完这块，你饭都不拿给你吃。妈，大伯，加油！佳琪吃饭了，哎，佳琪来。哦，他说他不饿，他把地挖完了才回来。加油！那就地里面喊你姐回来吃饭。我就不去，他不去算了。你不心疼我孙子，我还心疼呢。他讲他不饿。算了，那我自己去喊吧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地要挖完了。佳琪，辛苦你了，回来就好。妈妈呢，炖了你爱吃的鸡肉。老妈，大哥，加油，早吃饭。我来，加油，这是鸡扒腿，多吃点哈。嗯。妈，加油吃的肉他不会自己夹呀，不要惯死他。来，佳琪。好吃的妈妈。我孙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。我年年该吃两个嘛，这个野丫头啊，五大三粗的，她吃什么吃？吃了浪费。来，加油，多吃点。谢谢奶奶。加油，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？有好东西我们要分享，晓得不？好了好了，快点吃。加油，你吃，我给你讲句话。我错了呀，你错了吗？哎，你这个姐姐是我伙计，嗯，我们别让她在这住。好，奶奶，我听你的。你加油，你干嘛？是我的孙。来，加油，红娘挨到我，我看他哪个敢打你。哼，好个野丫头，又不是小草的亲骨肉，你为哪个野丫头想打我的孙子，本都没得。妈，你这样的孩子只会害了他，你晓得不？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吵，疯子。叔叔是加油帮我们收拾的。加油，是这样吗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小草，你要跟啷子？卖小的孩子不？妈，你看加油现在整天调皮捣蛋的，这跟你溺爱和纵容分不开关系呢。妈，你这不是爱他，是害他。你看，他如果说养成了一些坏毛病、坏思想，一旦走入社会了，该咋个办？难道让社会上的人来教育他吗？那后果啊，更严重。加油！赶快给你姐姐道歉，再不走我等下收拾你了哈！快点出来。爸爸，是奶奶喊我走的。哪样啊？是你奶奶叫你走的。妈，是这样吗？嗯。妈，你如果再这样三番两次的欺负佳琪的话，我跟小兰啊，我们就搬出去住。人家俗话说得好，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。妈，你给我好好想一想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有必要为这点小事来指责妈吗？大哥，你如果再当搅屎棍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去。进来，佳琪，走，上街，我重新给你买本新的。至于佳琪，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除了给他这条生命，你要为他做了哪样？
人家现在还在读书啊，你连生活费都不给人家，你还逼他去打工。说难听点，像你这样的男人我真是求。好好好，哎呀，老大，今天半夜不上，你要房子整完不整了？那些啥堆在这里？嗯，传都传给我了。哎呀，妈，你一天慌个啷子嘛？不是手术没下来吗？哦，对了，妈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。哪样事哦？明的赶那个野丫头走，肯定不得行。那我们得想办法来按的。你是啥子意思？我的意思，借助外力把他赶出去。你都直接说完，那啷个整？很简单啊，叫野丫头他爸爸来把他带走就可以了。那我爸不行喽，你看小兰前夫像那鬼样子，他都没得钱养孩子，要让他接走，我爸是做梦了你。那个野丫头不是说过吗？他爸爸经常抽烟喝酒打牌，经常输钱，他现在手头肯定很紧。我们给他点钱，叫他野丫头带走不就可以了吗？这不太好吧？有啷子不好的嘛？现在我们不行狠一点，以后啊，小兰她骑在你脑壳上，有些事情啊，我们绝对不能让步。那好嘛，我听你的安排。哎，丫头过来，你爸爸的电话好多？快点讲，不然有你好看。好吧。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场。这个电话是我的脑子谁看了。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。小姐你给我出来。你哪个的喊我走，我们出去看看噻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。爸爸你怎么来了？走啊，你在那搞弄子？不走，我要跟我妈在一起。张强你要搞弄子？这些人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张强你要干嘛？你不是不想想琪琪吗？今天你又来接她回去，你是哪样意思哦？姑娘已经判给我了，你这个女人没得资格管，我让你坐实我的自由。我发现你真的是无理取闹。你们在搞弄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从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吵吵呢。小超，这是我前夫张强，他想来把佳琪带走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不要佳琪的吗？我就算不要的东西我都不会白送给你们的。张强啊，你胡说八道哪样啊？佳琪他是个人不是物品。至于佳琪，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除了给他这条生命，你要为他做了哪样？人家现在还在读书啊，你连生活费都不给人家，你还逼他去打工。说难听点，像你这样的男人我真是瞧不起你。小曹，我答应是你少管点，你抢走了我的老婆还要抢走我的姑娘吗？张强你胡说什么呢？当初呢你嗜赌如命，成天不喝酒呢就打牌，还动手打人。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啊，你对家里负过责任吗？你只顾你自己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难道我不和你离婚我要葬送我一辈子的幸福吗？行了，你们少给我废话，今天家里我必须要带走，如果你们再阻止的话我们就发人间。妈妈，叔叔，要不我跟爸爸回去吧，你们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了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佳琪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不对你好我对哪个好呢？张强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只要你答应让佳琪留下来啊，条件任你开。哎呀，你找人讲嘛，只要这个到位好说得很。咱们行，我给你一点，但是呢你别得寸进尺哈。好，你只要给我几千块钱就行了，我也不要多的。行，这些都是小事。来，好，以后呢别再来烦佳琪了哈。可以，那我走了。有钱了没？狗改变了吃屎。行行。